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去找这片竹林啊，因为紫竹林里面没有紫色的竹子，紫竹林里面没有紫色的竹子，紫色的竹子在哪里？我们刚才路过的地方啊，等一下我们出来还要从那边经过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紫色的竹子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等会进去的时候，我们记住一下哈，等一下一起走啊，小刘带你一起走。进去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先左边往海边走，到了寺院门口，我来给各位讲一下这个寺院是怎么来的，好不好？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先往里面走，好不好？来，先排个队啊，一个一个来，好吧？我们这边点个数啊，从左边跟着小七这边走。出家出笑欢喜就好，你好
我们此次来南海啊，来拜观音。到我身边，带着微黑笑，带来了我的烦恼。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哦，他比你先到。你到我身边，带着微黑笑，带来了我的烦恼。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哦，他比你先到。他温柔又可爱，心中有个他，你会了解我的感觉。爱要真诚，不能分享，我对你说声抱歉。你到我身边，带着微黑笑，带来了我的烦恼。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哦，他比你先到。他温柔又可爱，他美丽又大方，心中有个他，你会了解我的感觉。爱要真诚，不能分享，我对你说声抱歉，我对你说声抱歉。弟子闻一知万千万，毛道之中，五十以来，知以前的，不以终生。家去多人，虚度同虚度多人，先把经验，与人供养，把知千万。到灵符，保佑你今日健康平安。保佑你今日开心快乐。无言界来之无一世界，无
保佑你今日消灾解难。佛光普照，三宝加持。慈心广布，福泽亲朋。端端dan puan puan, selamat datang。当啊 ，Selamat datang， 欢迎来我的家啦！欢迎来我的家，请你吃辣死了吗？吃完了吃辣撒，再来一杯果啤哦！欢迎来我的家，请你吃了点赞奶，我们的最爱。分享沾上咖喱又辣又香，拌点白糖吃起来甜蜜蜜，像我和你永不分离，一人一口吃起来笑嘻嘻。Selamat datang，请来我的家，请你吃那西了吗？吃完了吃辣沙，再来一杯果啤哦。欢迎来我的家，请你吃欧达欧达，吃完了吃沙爹，再来一块咖呀龟。就是酸酸辣辣的面条，那嘎呀鬼它不是鬼，是糯米糕，吃起来甜蜜蜜，像我和你永不分离，一人一口吃起来笑嘻嘻。那欧达欧达喝果啤哦嘞，欧达欧达喝果啤哦，你来我家才能够告诉你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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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人一口吃起来甜蜜蜜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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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人一口吃起来笑嘻嘻。欢迎来我家，哎呦，我的名是叫林夕啦，啊，若是来舞厅跳舞的人客哦，拢总称呼我三号妈咪。今年的戏声四十二，夭寿啊，着过来缘投的吼，我才报二十二，吃饱营养无代志，洗头我粉搁点胭脂，啊，若装起来哦，是水甲要死。人家满满心，哎呦，生理是最
在雨夜里飘落下，深夜里明月下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
我感情，我是世界第一顶。
好兄弟，一杯酒，两角银，三不五时嘛来斗阵。阿伯讲，看感情，我是世界第一顶，是缘分，是注定，好汉跨步来杀敌，不惊风，不惊雨，有情有义的好兄弟。当少年时，求名利无聊事，千金难买好人生。今天铁面无私辨忠奸，江湖豪杰来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。传天书深情如烟，彻地书是条好汉，穿山书铁臂神拳，翻墙书身手不凡，金毛书一身是胆，这武术一介金兰，西夏和吴上一趟不容易，所以呢，刚刚小刘跟各位说，我们先走两步啊，稍微走两步，多走两步。好，多走两步的话呢，我们先看一下不一样的普济寺。我们说来到寺庙，不单单就进到寺庙去看一下看一下菩萨，看一下观音娘娘，然后打声招呼就走了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普陀山都是拜观音的，说你只是单纯看一下，打个招呼，那也没有太大的不一样。在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先看一条小路啊，对面这条小路，这条小路现在来看是非常的简单。现在来看是非常简单，但是如果说往前追溯的话啊，这条路的话呢，从明朝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有，但是之前在扩建过的啊，这条路的话呢，是在我们昨天下船的地方的旁边一个小码头，那边的话呢，以前是一个很小的码头，以前来普陀山朝拜的人都得从那边下船，如果说风浪大的话，那个地方就没法下船，只能在船上飘着，从那里到我们普济寺大概是1.5公里，啊，1.5公里，这1.5公里路程当中，全部都是用石头的小石板铺成的，但是它有一个特色，在它的石板的话呢，我们正常大家走三步左右，有一朵那个石块，它有雕刻的这个莲花图案，1.5公里，而且它是没有重复的。1.5公里是没有重复的，但是呢，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在烧香拜拜的过程当中，有三步一拜这么一个习俗，走三步拜一拜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习俗，所以我们以前的香客每次来普陀山的话呢，都只一条路走，没有车坐，只能走路。那从这边走三步一拜，三步要把这些莲花都磨掉了。所以呢，现在的话呢，这条路叫妙庄严路，路还在，花已经没有了哈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它是有一个牌坊。牌坊的话呢，看上去比我们昨天看到的东西比较老，这是以前的原装的老板的一些山门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说叫山门。山门的话呢，是一座山的山，不是一二三的山。在我们寺院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是这样去说的：自古名山深占多。怎么去理解？说从古至今。名山大川非常漂亮的山，你来我们中国各个地方去旅游，只要是风景秀丽的地方，它都有寺院或者是道观啊。只有修行的人把这名山大川占据了，因为它这边具有灵气。那所以说呢，在古代它这个寺院一般是在深山老林里面比较偏，
比较偏的话呢，有些人要找他的话呢，找不到，而且的话呢，他会划分他自己的势力范围，啊，自己的位置。他的话呢，一般如果说这个寺院他在半山腰或者山顶的，你找不到，他会在山脚下树立一个这样的地方，有四个柱子，像山上门一样的山门，就表示说你这里到了他的地方了，进入他这个寺庙范围。那我们的话呢，这里一进去之后，也就是说到了普济寺了，啊，不是说搭电进去才到普济寺哈，是说从这个门进去开始就到普济寺了。然后呢，在我们古代哈，这些走这些门，它也是有分等级的。那我们等一下这个门现在随便都可以走，但是如果说你进入到寺庙里面，它也有一个相似的一个山门。它这个山门的话呢，就比较简单，不是像这样的门，它是有三扇门。我们很多的游客香客都非常的喜欢从正中间的这个门走进去，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的什么地位等级，在古代讲究这个地位等级。如果说地位跟你平等的，或者说地位比你要高的人来你家做客，蓬荜生辉，他得那什么，中门大开来迎接，把家里的这个中间这个大门打开，全部打开来迎接，这是在接待规格比较高。但是我们在庙里面去拜拜的时候，受这种思想的影响，很多人都会从中间这个门走进去。大殿里面也是去看菩萨，去菩萨家，他也从中间这个门走进去。但是呢，小刘告诉各位哈，我们进去的时候，你不要从中间这个门走。这个门的话呢，它有一个单独的名词，叫做空门。文里面音译过来的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二字的话是音译过来的。它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尊敬的观世音菩萨，它是一个尊称，尊敬的观世音菩萨一个尊称。所以说我们在寺院的时候，你会听到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说在拜哪位佛呢？菩萨时候，它前面加上这两个字是一个尊称，看一下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说你要拍照的，也可以拍一下。拍好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来这边看一下这一块。我自己错，那一家长工不能做，偏偏在此地受折磨。你至今问问心，我待你没有错，难道你不念旧事情就任性丢下我？谁跟你有过情，你不要随口说，你的小伙
山有条大黄牛，黄牛背上有个野丫头，叫声丫头你走过来呀，哎呀喂，你替我来把田种呀，我给来放牛。青青树上
非常的温和，非常温和。那早上呢，我们车程赴这个沙房气象跟凌晨去纪念馆，我们车程差不多十几分钟就会到，十五分钟啊。那我跟大家全面的介绍一下我们福建这边一些这个历史、经济、文化。被称为六中之冠，一条街走到底。福建特产，福建特产，平和红肉蜜柚，平和红肉蜜柚，产地直销，蜜柚果大皮薄，软嫩如纸。Good.
个傻，发个呆，说个话，还有一个人人海，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，不再让他离开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发个呆，说个话，还有一个人人海，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，不再让他离开。班子给您又建了一个纪念馆啊，那中间这个是道光皇帝当时啊，道光三十年，当时这个道光皇帝去世以后，咸丰皇帝上位，慰问林则徐去世了圣旨，后人把它刻在这个御碑亭上面啊。那这两个对联鼓励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，是林则徐写的啊。鸦片战争失败以后，林则徐被调到这个新疆伊犁当犯人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他虽然现在被朝廷革职查办了，没有任何官职，当他到新疆以后，修了5000多公里长的水利工程查尔井啊，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，两袖清风的清官啊，以国家利益为重啊。我们来过来看啊，去洗手间，麻烦大家问我一下，我知道哪里洗手间比较近，大家不要跑得太远。啊，哎，导游哪里有洗手间？我会跟大家讲，这里很近，就在这里，大家不要走冤枉路，跑得很远，好不好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啊，不要乱跑，跑了等下跑丢了，等下去山上也是，啊，等下走出去，等下离开我，你找就找不到我了，我也找不到你。啊，明白啊，哎，跟着我一起走。啊，对啊，要跟着我一起走啊！啊，一个小时时间，大家中午呢可以在车上眯一会儿啊，到那边我会叫大家啊。那至于这个景点呢，我们等一下到景区里面我跟大家介绍啊。它这个千年古刹呢，距今有1200多年历史啊，是我们福建闽王跟这个神眼国师共同创建的啊，一个寺庙啊，大型的，所以我们福建这个五大禅里啊之一啊，非常大。那里面放了这个如来舍利子跟血书，用舌头写的经书，中国古今罕见啊，对啊，仅此一次，仅此一次啊，很多这个都是文物保留下来的啊，文物保留下来的啊。那最突出的就是这个如来舍利子，如来圆寂以后身体上残留了很多舍利子，中国放了3颗，一个是中国南京头骨舍利子，
还有西安法门寺脊柱骨舍利子，我们福州就放牙齿舍利子，牙齿根部舍利子，放到一个宝塔中间，然后到那边藏经阁，我会带大家去看啊，大家看到说眼两只眼睛都要去看啊，啊看了眼睛会发光啊，对啊，这非常有佛缘的人才会看得到啊，这个释迦如来的舍利子啊。